我现在补完支线了，有些支线我还没做。25。之前都把奖励改得很好，看一下是什么奖励。对话不过多次，没有触发到。先这个吧。感觉好烦。第二次。第三次，四遍了，五遍，六，七，八，要25次哦、喔！花多几次我有点忘了，是20次还是25次？干我又忘了，应该是25次了。我印象好像是25，现在18了。OK， 干好烂，我领着。这个能力要，该这样就可以了。刚少了一句话。爆竹算粉，第一题，前身摄像，中午神器，哎。前身摄像总舞场，光明，陈黑海应该是等，没看到最后一句。
哦，这个就是风筝。天运人工理不亏，天公无运也难过。3D 材质片，然后就可以回去那个多摩那边。魔兽我还有没有落？我想一下。混沌的有，皇家仓库遇到飞贼王，阻止他。有，云冈石窟和剑仙还没到，还没到，快到了。其他都有，饕餮的呢？饕餮也有了。好，其他完成。那其实不用紧张，魔兽的都没了。剩下多么了，怪怪的纸条，结果少对话。狗皮药膏。大兴城楼，顺便问一下小雪，有没有已经问完了？接下来抓灵怪，攻击灵怪那边有，应该算好多。北湾那里，不知道忘记这边它放到哪。印象中之前有遇过，反正这到时候缺再用。好，应该都解完
桶要换位置，要离开垫子。买这游戏支线这么多，高能本还是要拿个能力哦，以免后面不好打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要打那个80万的魔化师傅，我忘记几十万，他不知道设几万。大型成交，没什么用。分辨一些东西，按错了，后面按太快，还好一个先存档，我刚没留存档，好可怕，不小心按到两下，还好那个很多。我看有没有，还有吸血巨人，我现在要找一个武器。然后去查一下那个组合，这样比较快。
我只要查类型是什么，再用等级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先不用练，先这样。放弃。阿呆又在叫了。他已经吃饱了。我看一下真的有什么很难的吗？来试试看会不会被秒。对，来我们来握存档，来看他今天被改多强。还好可以赌没有很难。记得这边有隐藏敌人。先进去之前先来试试看会不会遇到隐藏敌人。这边看来不会，他在这里。我来了，哈哈，遇到邪剑客了。哎呦，可怕！可以练招的好地方啊！我决定练招了，各位。
我决定来练招了，可以练招。这也是要给育儿练绝招的地方。这也就可以把蝶影练出来了。不然的话，到时候赤冠青复活就难打了。发现练招的好地点。这样就好了，非常棒。这边应该可以存档。他特地做了一个点让你练招，来，练绝招的好，修炼绝招的好地方。有没有顺便可以练的法宝？还没满，奇破古玉，这个没用，练那个玉葫芦。上下给他加攻击力，我靠，哇，我一个没挡好就这么可怕，太好，太猛了。这里可以练，把蝶也练出来。哦，又有更强的高手。招而已啊，小 case。修炼绝招好地点。更快了，哎，要放单体，没杀，没杀死都是两点，让他多放几次，经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多放几次绝招。但这也好好练哦。练绝招的好地点，很好。这一招比较不会那么快死，
杀其他人。太好刷了，看这里接招绝对可以练完了，可以把蝶影练出来了。哎，居然有！能不能再降一点防？来玩一下奇破古玉，这在干嘛？放进，这个看起来有没有巫术可以 A？ 等等，我发现如果我用 A 了会怎么？我有没有 bug 可以 A？ 我不如果不放进，我用这个嘞。然后我们看那个在不在啊？哇，不在了，看来没有 bug， 用自动攻击，你没办法啊，搞出新东西。今天就来练育儿了。今天的收台小游戏就是把育儿的蝶影练出来了。没办法用，干这好坑哦！密室掉，你急了十回合，然后密室掉，干这法宝真的垃圾。你如果不好听，你急了十回合，然后再密室掉，那一定很好笑。那个法宝真的垃圾。我继续练我的御夫路，多的就拿来单练那个御儿，因为到时候御儿赤冠军加入会很低等了，等级应该就不会再调了，因为他已经大于36等了，到时候加入好像就是这个等级，原本如果都没练会帮你升到36。都每天会帮你升到36，但是大于36好像就是原本的等级，不像那个仙剑会自动调整。我要找一些东西来丢，算了，那些就好。然后我降低一下绝招伤害好了，不要装月苗刀，不装月苗刀。这刀伤害比较低，多放几下。魔剑客比较好练。这只不好练，
这只的速度还是太慢了。换千元菜刀，再降低一点，降低我的速度哦，全下了。早上我会降防，八八的，有一个八八看到。这个防御最低。杯子可以，练绝招的好地点。练几下就来存档，以免宕机或怎样。我们的目标是刷到那个蝶影就走了。嗨，小黑了。现在刚好在练。不要骑术，我要绝招，把他的蝶影练出来。来看一下他的天童好了，他被封招。
太快了，哇，速度调快，难度也会变难打。哎，干，这样比较像动作游戏。跳，再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因为我要丢练这个，我应该要开加速，降慢一点，这样比较不会失误。就这个速度了。干干干干干！好像太快了，哇，这有点刺激。哎，来了，出来了，哎，不用变了，蝶灵神影出来了。先存档。这个版本真的练绝招很快，因为敌人打我超痛。可以调回来了。降速，我太晚发现可以调。哎，不要这一段。找那个，我们来看一下新绝招。快点。我都遇不到那一组，看一下，这组太慢了。太慢了。哎，蝶灵神影。我还以为是乾隆蝶影，看一下这招如何。一千、两千、三千，跟小雪差不多。没有，他更痛。我忘记把武器换回来了。如果他可以把武器附加上去，等下我把武器附加。它可以附加真实伤害，变秒刀一下多200，这样多少？一下1200，因为它不像小雪有那么高熟练度的武器，所以最多就1200，比小雪痛一点点。来看一下是不是1200？那我们其实可以走了，又是你。魔剑客那一组比较好练，不过也比较恐怖，三年级的。来，1200，有了1200，接近1200。不给走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练到蝶影就可以了，东西都拆完了，还是要再练一下等级，好犹豫啊，是不是要该练一下？就这样吧，就这样了，39就是到吃冠军再练。
它在自动回归垫子，它把垫子往外推，然后自己再睡上去，太厉害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用推的就好。把被子连起来。接下来麻烦了，圣阿丑跟张烈练起来超不划算。等小雪魔界中原，好像也没必要练太多。小雪要离队，可是不练小雪的话，那个难打。小雪要到最后几战了，其实预言加入的时候已经没剩多少 boss 了，所以大多还是要靠小雪打。人界那些被加强的 BOSS 都只有小雪能打。因为那时候玉儿没办法回来。
七句成诗，然后都没有讲重点。九点就开了，3D 材质片应该有。家度那个我还没找，反正那个不重要，经过就有。图奇没通知吗？更简单的做法，安装退取 APP 在手机上，然后手机的通知就会出来了。我目前我都是这样追踪，然后觉得太吵，那个有那个小铃铛，那个退取现在好像有小铃铛，那可以选择开关，就不会吵。可以先解的，神秘斗篷还不错。白无披风人所有能力更好，只是他比较慢一点。哎，这个防御更高，才多一点，其实差不多。先把木像加起来，
老虎这个版本，老虎比飞江好了。他现在是，对，现在都是每三十分钟一次，三十一分有效。从刚我们九点的测试，走过头了。这礼包有没有错取的？差点在快门了，先找郡主。张烈终于要入队了。